你好啊，Rainbow。咁今年系2024年啦，就属于龙年。咁属于猪嘅朋友，今年嘅健康运程系如何呢？豬嘅朋友今年健康非常之好，因為豬同龍呢，雖然冇合，但亦都絕對冇沖，而且個紫微星照呢，即係有貴人射住呢，凡事都能夠逢凶化吉。恭喜你啊，屬豬嘅朋友！咁佢哋事业方面又如何呢？嗱，豬嘅朋友因為紫微星重啦，紫微主權主分析嘅，同文昌有拉楞嘅，所以如果屬豬嘅朋友個行業係分析性嘅行業，同埋主權嘅行業，做管理性質行業或者教育性質嘅行業，相當成功嘅今年。咁佢哋嘅財源方面又如何呢？財都好平穩，因為冇破財星嘅關係啦。只要唔貪心咧，今年收入無憂無慮嘅。佢哋感情或者婚姻又如何呢？嗱，今年咧其實屬豬嘅朋友藏咗有個紅鸞星嘅，所以咧如果係未結婚嘅豬嘅朋友可以考慮結婚。如果已經結咗婚嘅朋友咧，多啲一齊去旅行啦，一齊去恩愛啦，咁樣好開心嘅。今年豬嘅喺感情方面冇事。好啊，唔该晒，吴师傅，恭喜发财。身體健康。